啊，我也是，我本来没有抽的、啊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马牛的礼服没有很好看啊。第一年我觉得还好，我轻描淡写啊。第二年我觉得阿尔丹那个我不是很喜欢，所以我就觉得舞会我应该不会抽了。干，但这次舞会超好看，这次舞会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，尤其是蓝宝石这套超香，要抽要抽。那我们就开个盘，大碗两百抽呢，会有红宝加太阳神换装都带走吗？挂号不含保底。蓝蓝班轻轻松松，粉红班死去，三号特别多来粉手。新手有原版需要抽礼服版吗？嗯，其实我觉得原版的红宝就不落了，这两只原版都不落啊。好，如果你有原版，你不是为了好看，只是为了强度，我觉得可以跟你抽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就出发了。加十九，感觉抽那个红宝要换谁啊？我封面要换谁？红宝，请你换衣服，我不要这件。引路啊，这！但我发现我不爱玩大佬，我会比较喜欢玩插堆啦。我觉得插堆引路比较爽，不然就血。而且桃马现在感觉要赢只会变北部玄居的狗，哈哈哈哈。要赢就变北部神驹的狗了。哎，刚我昨天又看了一下，因为马拉松我看一下第三季，小北那么强，然后那么没自信，再看了一次到底是啥小？你是因为有马拉松啊，我就放着，然后边养马边看啊。哭什么？那一枪都没哭了，在哭什么？感觉这个有机会。碎碎碎！各位观众，先来张蓝宝石。哎，对，找到昨天被看第二集。好 ，YT 关宝石，你看看。啊，高三唱歌的时候叫我。谢谢大家，就跟你们说，我抽马娘更滚。来了，第一红宝石。哇 ，Oh my God， 这是我。第一红宝石啊，大德太阳，各位观众，我要的两个来了，太阳蓝宝石，哎，直接去这个谷歌偷了两个照片，拜托你们了，太阳还有蓝宝石，各位观众，第一张你说的对，先来一个啊，蓝宝石。太美了，蓝宝石 ！Oh my god！ 我觉得一号版有赢。来，大德太阳，像太阳一样照亮着我的卡池。转转转，不亏，两颗蓝宝石，两颗，蓝蓝帮会赢哦！哇，真美这个画面。今天的我 ，Oh my god！ 今天的婉婉怎么了？今天的婉婉怎么这么有料啊？来了啊，大的大太阳一号班结束了。太好玩了，赛马！这就是我这么喜欢马娘的原因。谢谢 A 加三个月，感谢 A 加的赛马娘，赞啦！五十抽，两只蓝宝，一只太阳，一号班胜利，亲亲，松松。好，哎，我们偷抽了六十抽，我们看以前去吃饭，然后在那边觉得有 feel 就先点了六十抽，结果没抽到，所以这一单九嘞，阿云红宝太阳神，通通带走，挂号不含保底。哎，这帮感觉很难呢，阿云，你剩一三九啦，啊一四零好了啦，就直接抽到两百零一了。我刚后面封面换，我后来换红宝石抽到。哎，阿云，你没有红宝、哦，还是我脱穿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，把你放红宝，太阳神。不过确实看到屁中先六完，好，我处理了，处理完屁中之后，通常运气会不错。就该把梁安生乱圆，有嘞，屁中。对哦，果然就该砍屁中。献祭屁中的账号，送给阿云一只蓝宝货太阳神。
2 1新宇宙，感觉快五星了，阿云。有嘞，感觉这个读取应该是有新东西。刚刚那个读取一定有新东西。偷偷的山 baby， 还是蓝宝石呢？我们看下去，是谁呢？是你妈？哎，这感觉是蓝宝。谁？阿德拉花。哎，至少来一只哎，感觉至少要抽一只保一只吧。干，还是再砍一个人好了，好像有感觉了。好，小骨600，哎，有感觉，好像有感觉哦。这一砍完小骨之后，我感觉这个平板顿时有料，小骨，碎碎碎，小骨爱你哦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小骨。My baby， 有啦，太神啦，小骨！比 P 中那个没料咖有用多了。P 中那个没料咖，整天在那是钓鱼，被他又抽不到。哎呀，奶奶！哎，阿云，你有奶奶吗？没有，哎，那赚，没有奶奶那就赚。是哦是哦，我先看这边有没有，没有我就再处理一个。看一下 ，OK， 我看到了 ，PO 875不在，但还是可以编。哎，干什么编不了啊？啊，直接打编好了。Wins 123已封锁 ，PO 875哦。哎，好有感觉。我觉得有感觉，好像好没感觉。我这刚刚有卡一下，而且那是永奔欸，没有，我忘记，我暂时被包指令没用啊，我就按到永奔了。没事了，马上解 P 哥啦。干，人不在好没料欸，好像要砍在的。哎呦 ，P 哥，我永远的神。还是我们不要解了，还是我们不要把它解了，太神啦 ！P， 怎么一片 P 哥效果显著啊？那是不是证明最没料就 P 中？是不是证明最没料就 P 中啊？对不对？哎，忽然瞬间毕业了，要感谢 P 哥跟谷哎，一号班也要感谢 P 哥还有谷的牺牲，一号班带头。